调研其中报告35，何谓宗教经典的剽窃？观看次数984次。2021年1月2日。https://www.youtube.com 一贯道总会 Chinese 中文6580位订阅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暨华传主任。一个禅宗的一个公案，就是菩提达摩在印度的时候，他讲到一句话，说是震旦有大乘根器，那为什么会说这个震旦？中国有这个大乘根器，本来佛教是在产生于印度，那为什么达摩祖师？那是从迦叶一代一代相传，直指人心，以心传心，传到达摩28代，要把这个心法要传到了这个中华大地。他讲到了一句原因，震旦有大乘根器。我一直在思考，中国文化有大乘根器，这个大乘根器到底是什么？我认为的话，这就是中华文化中有儒有道，有儒家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这个佛教那么传到中国，尤其是大乘佛教传到中国，在中国真正的发扬光大，其实在大乘的佛法在印度产生的是在很早，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的时候，在印度已经开始流行。但是在印度的历史上，这个大乘佛法从来没有占过主流，因为在印度是一个出世的观念非常浓厚的一个国度。那么它的出世的观念，它是大乘佛法，在印度一直没有占过主流。但是相反，大乘佛法到了中国以后，开始大放异彩，讲到说这个大道，讲到天下之公器，这是人心的人性中的智慧。这里面不光中华文化中有这样的一个智慧，是西方也有，所以无论是东方西方，东方圣人西方圣人，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要你跟这样的一个理去相应，那么你的心都是相通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所谓的剽窃也好，或是传统宗教对一贯道的这些误解也好，那么这些可能从站在一个大道的高度去看的话，都是人类的智慧，都是人性的光辉，那么这里面都是相通的。我觉得这个是不存在的冲突。 Facebook 粉丝专页 FB/me/ictapaper Telegram 官方频道 https://me/icta.org 一贯道电子报网站https://ictapaper.weebly.com井号一贯道总会，井号中国社会科学院，井号中华华夏文化交流协会。
谨号中华文化联合交流促进会，谨号基础道德文教基金会，谨号基础天基圣堂，谨号发义宗教发展基金会，谨号崇德学院，谨号发义天恩宫，谨号崇德文教基金会，谨号崇正基金会，谨号中华道德文教协会，谨号宝光明本宫，谨号元德宝宫，谨号新义纯阳圣道院社福慈善基金会，谨号天祥文教基金会，谨号弘宗圣堂道学院，谨号崇华堂天干道院，谨号浩然道院，谨号中华天祥功德会，谨号光明圣德基金会，谨号天皇学院，谨号新义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谨号义和圣堂。地点：崇德学院国际会议厅。日期：2019年6月1日至02。这部影片中的配乐。了解详情，立即订阅 YouTube Premium， 享受没有广告干扰的音乐飨宴。歌曲 Journey Beyond 负14016，演出者 Terry Howard Devin King PRS， 专辑WOMG009 Adventure Movies， 授权 YouTube 的内容拥有者 Agravant for Rights Holder Agravant for A3RD Party， 代表 West One Music Group West One USWest One Music Group Latina Toruter Perfect Latina Toruter Sony ATV Publishing Agravant Publishing 与14个音乐版权协会